你们是不是有病啊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不弄死他，我就弄死你！ 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宋山虎，给我放人！这……赵子兰，你来干嘛？我是来要人的。哎呦，您这来的真是够及时的。 人家都是英雄救美，您是美女救英雄啊！少他娘的废话，把人给我放了！凭什么放人？我们虎爷的人呢？武大燕，你带过来了吗？对呀，大燕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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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燕
座山虎，咱们都是江湖上混的，今日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今天一定要这么绝吗？我也不想这么绝呀，这不是你逼我的吗？我告诉你，臭娘们儿，要不是因为你男人，我能被别人说是绿毛虎这么多年吗？ 今天来我的地盘了，你还敢这么放肆？真的没得商量。有商量，我们虎爷说了，给你们两个选择，要不然把武丹丫带回来，要不然你们一起死。切，口气还挺大，就怕你们没这个胆儿，跟没这个能力。我再问一句，放不放人？放不了，放不了，放不了是吧？ 老娘是把这个打炸了呢！炸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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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怎么样？这是金条，不是炸药，看把你们吓的！老娘给你两条路选择：第一，你拿钱我救人，大家平安无事；第二，大家同归于尽。这些炸药。 足以把你们的卧虎山给炸平了，不信你可以试试。我信，你让我先想想啊，我先想想。想什么想啊？是个爷们儿你就痛快点儿。
老娘可没有时间跟你们耗，要钱还是要命？胡爷，怎么办？咱真跟这娘们拼了！赵老板，您甭在这瞎咋呼，我们兄弟也不是吃素的。您要是真下决心。 咱就同归于尽，反正你和你男人都得陪葬。我们两口子换你们这么多人，值了。你忍得下心？你男人的命不要了？我不信。不信，你试试。 没戏唱了吧？武大丫没在我这儿，你们问我要人，我拿不出来，你们说吧，还想怎么样？嘿嘿嘿，胡爷，你说怎么办？果然你就是座山虎啊！对呀，我就是座山虎。你小娘们单枪匹马的跑我这儿来演戏来，你胆子也够大的。这马明山眼睛是不是瞎了？ 你有这么好一娘们，你玩我女人干嘛？你别说，我现在还真想把她放了，把你留下当压寨夫人。做梦！哎呀，行了，我看你这么有种，我今天放你走。明天这个时候，把武大丫和你客栈的房契给我带来。你想要我的客栈？多新鲜呢！你给我这点钱够干嘛的？ 座山虎那王八蛋没把你怎么着吧？放心，我没事。这次来，我山哥的，没救回来，那还等啥呀？赶紧回去救啊！等等，哎呀，咱那么多人呢！大丫，卧虎山你不是不知道，个个都是见了血的主，再加上地里优势，我们是人多，有几个打过仗的？硬打，打不好把明山兄弟就害了。你们不去，我自个儿去。去送死啊！ 送死咋的啊？比你强，我跟我山哥死一块，我高兴。不像某些人，口口声声说爱山哥、为山哥好，遇到屁大点事儿就怂。你去，你去，我看你怎么救他。估计你连大门都进不了。<笑>我傻呀？走大门？我有密道。密道？嗯。你确定吗？当然了。 我老武家啥时候说过谎啊？一诺千金，说的就是我祖宗。行，一起去。哎，等等等，再想想，这密道能不能进去还两说呢。即便是能进去，他人这么多，你就能救得出来？不是这魏老财，你咋那么多事儿呢？不是打几个土匪吗？你跟这磨磨唧唧的干啥呀？啊，姐，听你的，咋打？打肯定是要打。 但是咱们不能硬拼。你是说声东击西？对。行，这么干行。弟兄们，出发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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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赵子兰那臭娘们演的太像，当时真给哥几个吓完了，是不是？是。你们想想啊，我虎爷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，全都靠胆大心细，啊！他赵子兰家大业大的，凭啥跟咱同归于尽？他疯了吧他！这年头越有钱的人越怕死的。今天虎爷高兴啊，大家吃好喝啊！哎哎哎！虎爷，兄弟！卧虎山啊，到处都是陷阱啊！你们都小心点儿。小心啥呀？土匪窝子又不是天牢。走走走。行了，别笑了，赶紧带路吧。都跟我走啊！ 去！哎，没酒了？拿去！哎，不是，我当时怎么把这怂货留下来了？放挂鞭炮都能给他吓尿裤子。 我来安排一下，大江，你大哥，吸引敌人火力的事儿就交给你们了。给我往死里打，要不摆出一副打不下卧虎山誓不罢休的架势，尽可能的把他们人全引出来。你放心吧，大江，嗯，十分钟后开枪，深水不远的。交给我，你放心。大江，啊，你那密道有准吗？当然了，你相信我。行了行了，赶紧带路。老板。 我跟你一起去，不用了，你留着。是。特别员，特别员，醒醒，醒醒！情报送出去了，放心吧。大家兄弟，时间到了。 弟兄们，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，一会儿冲锋，你们所有人都要为我马首是瞻，啊，准备战斗！目标卧虎山，开火！ 虎爷，虎爷，虎爷，不好了！虎爷，不好了！有人来攻山了！谁他妈这么大胆子？抄家伙，看看去！好，老板，快点，咱们走。来，大哥，哎，干啥了？大哥，我看他死没死啊？哎呦，外边都他娘的打起来了，你还管他死活干嘛呀？啊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我不敢啊！快快快快！我不敢看呀！ 谁呀？不是谁！不！伤太大，给打！别动，把手举起来，举高点，转过身来。哟，是你这臭娘们！ 我们虎爷正找你呢，说下边人是不是你带来的？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带来的。看来。 还有点用，赵子兰！给我狠狠的打！虎爷，虎爷，虎爷，虎爷！
情况啊？现在我让你看着马明山吧。我看他干啥？他都快死人了，还是打仗痛快。飞鹰，有盯着啊！哎，你干啥去啊？我跑茅房。你跑他娘啥茅房？我待着待着。就这一条路，还把左上我给封了。吴大燕，你个臭娘们儿，你想带着你小情人走后门是吧？我今天要不弄死你，我就不叫左山虎。你不配叫左山虎，你也不配做大当家的。你杀了我爹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这小婊子，枉我对你真心真意的。真心真意个屁！我这些年最想做的事就是杀了你。左山虎，我大批人马马上就到了。这样的话，把路给我让开！你他妈放屁！这是我的地盘，你想走啊？你得问问我。打！给我可劲的打！回去以后，每人一捆大洋。魏老太，那我们支援队呢？赵文医生，弟兄们，冲啊！有赏钱！